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旅行啊？实在广州，除出凤城，凤城就是这里顺德啊。顺德是世界美食之都，今天五哈团要打卡顺德美食。体验卡有两种，一种是光明料理，一种是黑暗料理。是享受舌尖上的极致美味，还是探索饮食的黑暗边界，需要通过各位的努力来决定。五哈怎么变这样了？五哈每一直都是这样的，我一直就是奔跑跟干，就是那弄，就是死。第一站吃饭是两个光明料理呢，是广东的经典辣味煲仔饭。哦，还有一个是爆浆猪眼煲仔饭。啊，猪眼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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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眼煲仔饭嘞，猪睇得我啊！有点太有点狠，吓到了。蛋总敢吃吗？我没问题，我不补眼，可以的。不演不演，决定到底吃到哪个？今天第一站我们去拔河。啊，哇塞，哇，哎，就知道。我天，我搞这一身潮流服饰是干什么？我实在是。而且你真的就应该这样，有品质，你就应该这样拔。我不，我换个短裤吧，有短裤吗？我天哪，惊了！这一天早上拔河，这是干啥呀？这是，我惊了呀，真吓人！手机就别带了吧，别带了，别带了，也别带我了。我感觉今天要肯定要对，绝对对。Oh my god！ Serious？ 我看到了什么？这个水里它不透啊，不透。早上不用洗澡了，要下这个，让他拔河，下这个吗？停那儿，停那儿，活动活动吧，活动活动，心肺一下上来了，对，拉伸一下吧，有那个必要吗？拉伸一下吧，多少拉伸一下吧，下去就崴了，就傻了，哎我天。提高一下心率。哇塞，这是人能想出来的事吗？哎哇塞 ！Why？ 我很想看到你们出点子的时候那个定下来的那一刻。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不是一个泥塘啊，这就是一个水塘啊，这是我们路过挑的啊，路过挑的，你们好用心啊。哦，输了的才会掉进去。哦，输了的才会掉进去。哦，对，就被蹬进去，必须得赢。这个一定要赢啊，把我的斗志起来了，这个一定要赢啊。我有预感。但是你不要吃猪眼吗？我不吃了，我待会吃猪眼，我不想吃。大家这样啊，范老师和超哥，你们两个点兵点将，一边四人。范哥，您先，你先，您先，您先，您先，你来。您不选，那我来了啊。来来，我给机会给你。先把吨位给对，给卯上。一号突然有种当国宝的感觉。这不停的，不要晃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早上你不要老晃我，好好对我。
我跟你。这个。我不要跟你、啊。涛哥，我最近胖了，我最近胖了，我最近胖了。哟，我也有一种国宝的感觉，就因为有东卫，他们选了东卫啊。然后这一趴，谁跟他谁赢啊？就无敌了，无敌了。表现好一点。好，来吧，来，快！东卫的这边，超哥啊，超哥，我要我选的话，肯定是敏。对，我比他重，我比他胖。老舅最近在减肥，就平常减肥的人，在此时此刻这个环节是多么不受待见，你知道吗？毫无价值。老舅啊！好，来吧！太好了！大，没问题，放心，可以的，来吧。谁到那边？我们到那边。我们到那边，好，大哥说了算。这边好受力啊，如果有土地的话。你在这会滑呀？不，在这边好，这边好，这样可以。哎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拔河的诀窍，真的这样没戏，就先蹬住，然后一二三，对。四个人要像一个人，其实咱们这一定能赢，这是一定能赢。我的妈，我鞋已经掉了。不是，这鞋掉里边都拔不出来啊，这是干啥？这是干啥呀？这是，哎呀我的妈，大哥选这地形行不行？我。脚都拿不出来了。哎，哈哈哈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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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差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啊，你们要小心，因为我们这边力量很大，如果你们脚插进去，脚会留在泥里的。来吧，我并不知道他们的自信是哪来的。来吧，退。王冕，你的脚是不是想想怎么固定发力的那种？哦，等我，你把它定下去。向心力往后啊，李诞，你这姿势是要进去的姿势。对，范将军盯着我，你看范将军那个表情。别理他，你不用跟我讲那出，没用，没戏，我也会。不是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了，你回去啊。哎，不是站上来干吗？能来啊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一二三，别倒，一二三，多近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哎呀！救命啊！啊！哎呀！走！一二，呀！一二，走！啊！多近啊！救命啊！
啊！救命啊！啊！哎！一二三！啊！啊！哎呀！五啊！五！等一下！等一下！要要要要要要！一二！啊！下来！进来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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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！进水！下水！下来！哎哎，哥哥们，哥哥们呀，哥哥们呀，哥哥们呀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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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快救他！一二三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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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呀，哥哥们，哇，五，等一下，下来，下来，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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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哥哥，哥哥，哥哥们呀，哥哥，哥哥们，哥哥。哥哥，下来了呀 ，Come on！ 哇、wow! ，Come on， 猪爷，一帮猪爷，猪爷，吃猪爷，这太好了，这太好了，大哥有经验。为什么呢？这地势低，上面高，这个其实脚能够嵌进去，对、啊、对不对？对、啊，还是范大哥。我选选了一帮什么人？就只有我一个人落水啊？你的体重优势呢？你不是有重量吗？你不是有重量吗？你看看我。我是从地上都不拖回来，我跟你讲，就是重心只要一旦拉过来，他们就再也使不了劲儿了。对，我觉得低下往下躺。我躺了。我知道，我们要一块儿躺。我觉得我也有问题，我不该第一个。超哥第一个，超哥第一个。好。不服！不服！不服！退来来来来，但你们不能玩赖，你们后来就放弃了。我们没有放弃啊，你们只把王冕放下去，你们就，我们是去救冕冕。他们怎么还教育我们呢？不是你赢了一把，好像你就会了似的，整的输，快快快快快，还有一把呢，还教还教学生了，整这。来，来来，不行，我这边我是完全使不上力，我在这边。但其实我使不上，我使不使力都没啥用。有用？你在说啥？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要现在就。我的队友自己在说，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没有，我使不上力。你用力呀、啊！三，我觉得咱们还是有胜率的，一定能赢。二，不要放手啊，对面。体育精神。一、来了，朋友们，整个身体，呀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我怎么又这样了？救命啊！不要啊！啊啊！呀！哇！等一下，啊！一二，来来，走，来，走，
走肉，下来吧，下来吧，救命啊！不要啊！啊！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！一二三，别放箭，疼疼疼！这不就一二一二三三，一二三三。王冕，继续。啊！王冕，下来吧，陈赫，下来，鹿晗，继续，继续，哎，我哎！你怎么在上面呢？为什么你在上面呢？我们明明拉过去了，哎，拉过去了。不是谁笑了一下刚才？谁笑啊？为什么在那时候可以笑？谁笑了？刚才有人笑了。就你一直在笑，就你一直在笑。我没笑，我真没笑。别放箭，疼疼！就你一直在笑，就你一直在笑。哎，比赛结束了，2-0了，3-2。哇 ！Come on， 主演。主演啊！主演，是主演。不服了，3-2，不服，这个不服可以拔到晚上，超哥，不服，我服，我全服，不服，我们全队过来，咱们对调试一下好不好？有可能真的是因为场地问题，我们换个场地试一把，来。上不去呀？为什么上不去？怎么上不去？来。千万不要相信比赛关系不好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接受这种帮助，太丢人了。Sorry，myself。超哥，你就在里面待着吧，在里面待着吧，出来干啥呀？啊，够不住，好遗憾哦，吃不到猪眼饭了，好遗憾。可以不？这样就是我们输了，但是我们觉得是场地的问题。再来一把，超哥，你要想试一下的话，麻烦你把绳送回来。好。
这咋送过去啊？送不过去了。扔过去，扔过去，扔过去。扔不过去。来，我试试。老重了。哇，哎，这边真的出不去，出不去啊！脚出不来了。哎，哎，先把脚拿。哎。行了，这回你可以直接送过去了，这回可以直接送过去了，超哥。超哥，你就玩吧。大哥，你好吗？哇，谢谢谢谢。小心。OK。哎，我就知道，哥，快拉他！哎，大哥！拉他！什么都做不到。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你看，你们有一个已经放弃了。你看有一个，你看放弃了。那个已经成雕塑了。赢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对调试一次嘛。来呀，玩不玩啊？太菜了你们。这局我就扎土里这局。来，一二三，左右不动，一周不动，他们不动，僵持。你们好垮呀、啊！我怎么要这样？我们准备失利呀、啊！失利呀、啊！给我使劲！一二三！啊！一二三！你们厉害，好，你们厉害，好。呀，脚，呀，我都不明白你们为啥要去那边，你们就好像涮完了羊肉蘸点麻酱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你们放弃比赛了是吗？我们没放弃啊。扔绳子什么意思啊？那绳子你们没拔过我们呀。你没拔过我们呀。我们走吧，现在就结束了。跟你玩啊？对啊，我刚刚说走就结束了，既成事实，为什么要跟他们玩？他们都输了。好，我们输了。我们输了。
我们真没想到能赢你们赢的那么顺利，真的还挺。我也没有想。刚开始挺虚的。我也没有想到，你们那边真的信心满满，我们这边已经垮了。小鹿在我们那是，小鹿的表情是什么样的？小鹿是，我说你有点激情，你眼睛要放光，你的目光要聚气。原来他有激情，你说你燃起来。啊发烧了。谁发烧？我。你现在有什么症状吗？我感觉飘了，应该是甲流，我觉得。可不可以让陆哥另起一桌，我们坐两桌吃。我们现在能不能先把小鹿送回去啊？为什么让他上来呢？师傅，我们先去就近的医院。我把你叫个车吧。师傅，这个上面这个紧急天窗能开开吗？这是啥？哎呀，这个我急点吧。这个，哎呀，这挺吓人的，这。哎，我这脸上这酒精啊，对，来点。师傅，你有口罩吗？你往后传。我感觉我也有点。真假的？真的。老舅，哎。把头套上，可以吧 ？rapper 还是狠呐 ，rapper。你们觉得安全就行，我无所谓。你可以扣两个洞，扣两个洞。哎，不过也确实，要不然我到了就直接走。小鹿，你这还真得重视一下，先去看一下，确诊一下。行。到了以后，他直接走了，打包一份，带着猪眼回去吧。你这么兴奋是因为你要吃猪眼是吧？我没见过。我来品味一下。你不怕？我不怕，因为我吃过羊眼睛。啊，羊眼，羊眼好像还行，羊眼还是名菜呢。还好吧，就猪眼你打开，哎，兄弟你哪里人啊你？江西的。没有说江西话的，肯定说江西话。哎，巴西的啊，就是巴西的啊。那我跟老舅打开应该说你瞅啥？你瞅啥？瞅你咋的？哦呦，来了，到了。哎呀，那雷门催吧，我先撤了。随时告诉我状况啊。嗯，行。好嘞，同步啊，同步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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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哇，好香啊！华正饭需要时间，所以他们都做了。我们这边是正常的，应该各种什么叉烧啊啥的，他们的猪眼都已经搞好了。明白，生的吗？三个猪眼饭来了，哦哦耶！哎，来了！我们不吃，我们看一眼，尝一下吧。哇，这个有点啊！就它的视网膜还在。啊，密集恐惧症。哇！哇、哦，你看，汗毛要侧面看，鸡皮疙瘩起来了。你瞅啥？我现在很庆幸我们赢了，赢了真好，赢了真好。饭来了。哎呦，我们的来了。哎，我们这个好哎，鲍鱼。哎呦喂，辣味煲仔饭。哇，这个看着蛮爽啊，这个真不错，看着，吃吧，都饿了，甜甜的，焦焦的，嗯，我这个配的牛肉腊肠鲍鱼，我这个真的确实太好了。好吃，广味，这个牛展是真的很好吃，
好吃，贼香贼广，不好吃。服，我服。不冲一下？啊？一起啊！我们福建人不输，反正东北人也不怕。我做不到。你家乡怎么办呢？你这样说的话，你为什么上升到家乡？我不这样的话，我都推进不下去了。我只是我的个人行为，不代表家乡。一切都会平安的，一切身边的所有的人都很平安。撞一下哥，走了。怎么还有白色的？白色是那个眼白。范大哥，是不是兄弟？你要吃？好吃吗？怎么样？我们这边要来一口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干，来啊！不是，你转的圈太大，我扭不过去。来，快点。来呀！这个要试一下，这真的很独特的人生经历。我们是哈呀，我们是哈，我们为什么要？哎呀，参与一下嘛，来。呀呀，呼！猪眼就凉茶，冲冲冲冲冲！呼！哇，谁来？来，我们就不像他们那么牛。来，喝个交杯凉茶。交杯凉茶。锁住。别停，别停，有，别停，有。哎呦，底儿都喝了。哇塞！哎呀，炉火立马就去了。醒了吗？喝完打螳螂拳了，喝完螳螂拳，开始跳舞了。哎，好难受啊，好难受，好难受，怎么这么难受？我的天哪，我好难受，为什么？好不舒服，为什么？我们去楼上睡一下。我生气，我生气，我生气了，为什么这什么安排？我生气啊！哇，受不了了！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又来了！田霸，斗霸，哇！哇，好累，好累！疯子，下来喝呀！我觉得凉茶真的不能这么喝。要吐猪眼啊！猪眼要重见天日了。走吧，朋友们，走吧 ，Let's go， 拜拜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大爷，感谢，生意兴隆，生意兴隆。有空再过来玩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下一个顺德美食是什么呢？是顺德鱼生。顺德鱼生也是古人所说的鱼块，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活化石，为广东省顺德地区的传统名菜。鱼生绝，鱼生早说，前面这些我一口都不吃。但是它的黑暗料理对应的是什么呢？重生。啊，重生，我要下车，我要下车，这重生啊。
它在动，它是活的。你好变态啊！哇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生吃的。不是，是熟的。啊、哦，这个我真没见过。师傅说啥？当地司机说这个我没见过。当地的师傅都说没见过。我惊了，他因为是一种食材吗？他不是个食材吗？这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哥已经不想发言了。是啊，你。他们穿拖鞋。对，而且还是不穿鞋的。穿拖鞋唰就出去了。超哥，超哥加油啊！哇哇，不能吃虫子，不能吃虫子！我刚开始我还挺有胜算的。哎呀，最后我发现我连这大哥都没跑过。大哥好厉害，厉害厉害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。我就不信我李诞能比我跑得快，我估计他肯定是白费了。吃虫吧，一起吃虫。老舅吃虫子，我跟你说，能死，能死。他啥也不能吃，可矫情了。他真的，他跑又跑不过，吃又吃不了。不是 rapper 不应该这样啊 ，rapper 贼狠。我跑到100米的时候，估计就想妈妈了。我跑不完300米啊！我想回家。你想凉茶了？跑300米，还要跟他们竞速。就还是用那16个就行了，那16个哥哥一起再过来。让那些人回来，让那16个哥哥跑回来。哎，你那策略不错哎。那我们有赢面啊，那有赢面。好久法庭我拿三枚了，我全部都给我，你阿弟一枚转得进，好多啊！体力好啊，大哥，厉害厉害！我的体力真好啊，你啊！来来，你想站哪儿？我站后面，我就一个箭步我就超过了。二弟，我们脚不要踩线，脚不要踩线啊，不要超过线。好，哥就位。预备！哎呀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哎呀，没了，我的猪没了！啊，算了，坤哥，我刚就把一只鞋留在了现场，我回去捡鞋。原来是这样。好快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呜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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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拿快拿拿拿拿呀！拿住不拿住不行！哎，没你的了！还有骑摩托。
你们两个有什么必要呢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快快，等着你！加油！哎，加油！哎，你俩跑了？不是，我本来是想好好跑的，我一个箭步冲出去，一只鞋留在了这起点线，我跑出去20米，我就开始回来捡鞋。你们两个，从画面上来看是没有参与这次跑步的。不是，我发现我一跑还是跑了。一个都没跑，一个消失了，我想你在跑啥呢？我们八个人有几只猪啊？七个人，三只，三只，我超哥抢了一只，就是定了啊，三个人吃鱼生啊，啊，四个人吃虫，呜，吃瘪了，这回真吃瘪了。哇，这虫子都做好了，啊，好兴奋啊，要吃虫子了，啊。我也拍一下，我都不知道他叫啥。大肥，大肥，还有小西，阿诗，那个看着真有点吓人。这个，我们仨是这个。哎呦喂，真不错，看着，好地道。哇，这鱼汤，哎呦，这个鱼啊，哎呦，这鱼真的好吃啊，太好吃了，受不了。哇，它长得好具体啊，看着你，咦，你们这基本就吃蟑螂啊。哎，怎么能吃鱼呢？你们，我帮你们切一切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妹妹。哎，好，可以，哇！平时你们常吃吗？吃，我们吃。常吃。对，这个补肾的比较好。哇，补肾的。嗯，对，这个龙虱金边龙虱是补肾的。哇。嗯。来，为了肾，兄弟们，来呀、啊！旺财，哇！别强求。虽然人家讲的蛮好听的啊，补补肾什么。阿诗，一把劲儿。阿诗。来，干杯！很好吃。蟑螂吗？啥味儿啊？不好说，不太好说，就是很明显的昆虫的味道。蟑螂。这东西长得就，咋了？可以说话了？飞了！它长得真有点吓人，你看这后边跟外星人一样。不是 rapper 不应该这样啊 ，rapper 贼狠。贺哥敢不敢直接猛了？就干来一个，干来一个，干嚼一个，没意义。那我没有必要，没有意义就。干嚼啊！你干嚼了一个吗？干了。今天为止到这一刻，就配上你今天这个单品吗？真的，就这一刻。之前都很弱。嚼了，嚼。我刚才吃那是其实那种带着恨，那种去吃，吓唬我。干死你！我怕你，我咬死你。Rapper， 狠起来。我 diss 这个虫，给写首歌。爬在那个盘子里长得却黑，老子把你吃了，让你做五羊灰。可以吧？狠不狠？我这辈子
第一次这么狠是对一个水鳖，对其他 rapper 都没这么狠过。这个你让你挫骨扬灰，你在我的嘴里我说呸呸呸。来给大家表演一个阿肥吧。这个应该问题不大。我也吃一个，干一个吧。干个杯，来，丹丹。哎呀，就这么淡定啊！哎呦，呜，好吃。这个就简勇啊，还是这个好吃。你看蛋总吃虫吃上瘾了，大肥可以，大肥太好吃了。哎，你怎么吃出一种便宜的感觉？大肥还好，大肥还行。大肥真的好好吃。跳球准备 Jumbo ready。哇，已经开始。哇哇，势头很猛，上来一记三分。是的。飞过来。哎，三十号邓超同学拿球，他在一直考虑投与不投。直接投。啊，这个时候，哎，差一点点。声东击西。篮板，现在明显能够感觉到啊，就现在刚刚上场啊，就是现在还稍微有点紧张，需要热一热。我觉得可能两三分钟之后就心情会平复下来。配合很好啊，一条龙啊。急停跳射，这个感觉手感来了，漂亮！无顶位的出手，哦哟，快速反击，好球，上篮！哇，这个配合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，漂亮漂亮！来到我们石家村比赛，邓超也是拼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明显就完全不顾今天白天拔了河，还赛了跑。艾兰传导球，四十五度角出手，哇！哎呦 ，Number Eight 八号，太准了！没有，看我状态好而已。他说看到我们这位实力没有？哇！超远距离，超远三分！哎，小心！哇！哇！飞身救球！此处应该有掌声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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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球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十佳球，是的，十佳球！黄队快速反击！好球！好球！真太惊为天人，惊为天人！空中360度的扣篮。哎，倒计时了，再来一个，一个上篮，还有啊，七秒钟，三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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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30号啊，球衣不简单啊！在最后一秒钟，超哥出手，三分追平。好球！好球，超哥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接下来我们的小礼物来一波，好不好？哇！我看哪边的尖叫声比较大。我刚刚听到那边有个小朋友喊得特别大的声音，是哪个小朋友？那个小朋友，来来来，小朋友，你最喜欢谁？邓超。小弟弟说特别喜欢邓超，所以一定要写一个陈赫。叫什么？周瑞恒。哇，这气势！爱打篮球吗？打。真的？校队。哇，校队啊！要展示一下吗？
要不要投一个？行吧，去，加油，我陪你打一下，我们斗个牛。哎呀，一对一，以后我老了以后可以看你比赛吗？你会邀请我吗？会啊，来了，加油，把他打爆，把他打晕，差一点点，只差一点点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他棒不棒？啊！我们的小朋友厉不厉害？掌声给他！继续保持你的兴趣，未来看你打球好吗？好，加油，加油！好的，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新师出场。醒师醒国魂。五月振精神，哇，沾沾喜气，天天喜气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薪火相传，生生不息，笃行逐梦，小满是福。哎，今天没看着醒狮真的是太遗憾了。杜小满真的是非常靠谱啊，总能给我们惊喜。哇！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两支球队下半时开始。需要定人吗？先量砝码，因为他们对看一下时间怎么样。中国队。超越队，追梦队，这个勾手的传球，哦，哎，球，哎呦，那你看他没有丝毫的放松，超哥接力传球，哎呦，有了，长驱直入，快担心，快担心，上超哥，好哥，哇，漂亮，就超哥，好球，喂，超哥抢断，哇，超哥抢断，三打一，三打一。好球，哦，没问题。哎呦，上篮拿下两分，好球，好球。大号的传球，好球，五十一号。哇！抢下篮板，哎呦，大号传球，来，哇，通了，有了。这个球帅不帅？我刚才有小朋友喊的已经声嘶力竭了，注意保护嗓子啊！自己来，第一手上篮，不，好球，轻松，好运球 ，OK， 不，有了，哎，很好，哟，哎呀，哎呦，我超个篮板，哦，好的，全场比赛结束。还得看我超哥，太可惜了。好的，全场比赛结束。好球，超哥，好球，超哥，防守很好，防守。超哥体力很好。